我好漂亮的人，从哪里得到？我也要去弄。太多了。他们到时候去海边玩。哎，花开了，不错。要慢一点不？这里没，到这么没有裤子换的。我叫你穿拖鞋，你跟我讲，我又不上去，我怎么怎么样？你这个人说话就是这样。好景涵，你好，我怎么死？走。好了，没有其他什么。一直都没有被拿出来过。
反正我的衣服湿了，我的衣服呢过十分钟就是干了。我这个人一天。我的衣服，咋碰？是后面洗。妈妈，要你这个是一样的，是后面洗的。这个，我看看。这个不是，这是我洗。哎，警察，看看，我看看。别人的全都是往前洗，我们这种是往后洗的。警察。我警察那些壳里面真的有笨蛋。往前面。妹妹，拿给你。我要去看他们弄裤子了。我在这里看着打。站在后面看。我也在这里站。星星也不要去太近。哦呦，这个撕完了，这个还撕完了。现场给你看，裤子撕完了，裤子也干了。星星想不要去那么近。看看，在后面来，在这边来，在这边来。好，但是他那个人真的是耳朵是聋的。快点看，这个耳朵是聋的吗？哎呀，张姐姐这里来，他们就算要人家来这里剪，对，要人可以来这里剪。嗯，好，我们要，我们要这个吗？因为珍珠都挖完了，不忙了。喂，你们还要这个吗？